couldn't be happier than wearing Dodger blue. So please join me in officially introducing number 18, Yoshinobu Yamamoto to the Los Angeles Dodgers.回到节目现场，刚刚看到道奇跟教士海外赛第二战，大谷山本即将联手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而另外在台湾中华职棒魏全龙的几位球员也对于首尔赛非常关注。对，尤其现在有大巨蛋之后呢，其实球员都很期待更多的国际赛可以来到台湾，一起来听听看。中华职棒在上个周末迎来两场在台北大巨蛋举行的公办热身赛，当中卫冕军魏全龙队在周六以6-1击退中信兄弟，看起来已经提前适应开幕二连战的场地。而近期大联盟海外赛掀起热潮，道奇跟教士的首尔系列赛成为社群网站上的热搜关键字。对于台湾拥有巨蛋棒球场后也出现办理大联盟海外赛的机会，曾经挑战美职体系的郭彦文相当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蛮棒的啊，因为这种机会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有。其实我在前几天有看到回顾，很长我们办明星赛、国际邀请赛还是什么都会遇到下雨，很长，你有发现吗？还有一些从国外来的比赛都很容易遇到下雨，都会觉得很可惜。就算比了，有的时候都是硬比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场诞生之后，我觉得很多比赛可以如期的举行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35岁的先輩郭彦文看到社群回顾，有感而发。有了大巨蛋后，竞赛环境大幅提升，就像是取得了办理大联盟海外赛的入场券。而现年才23岁的学弟郭天信则讲出年轻世代球迷的心声：众星云集的比赛票真的难抢。如果能有这个机会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但是到时候可能票会很难抢吧。我是不太会去做这种事情，但是会想来看啊。如果买不到就看电视吧，应该就大谷吧。对啊，想看他到底多壮。这次大联盟海外赛在韩国首尔的高尺天空巨蛋开打，就算票价最贵突破16000台币，最便宜也要将近3000，还是在短时间内一扫而空。甚至在比赛前夕传出有黄牛喊价飙近10万元台币。而要是大联盟真有机会来台举办海外赛，除了让球迷能近距离欣赏球星英姿，想必也能借机带动其周边经济。未来体育台梁威义、陈维桦采访报道。镜头转向112年全国中小学手球锦标赛，冠军战要恭喜海山高中击退成员高中，卫冕成功。112学年度全国中小学师生手球锦标赛决赛，成员高中对决卫冕军海山高中。成员在上半场末段试图让守门员参与进攻，没想到却发生失误。海山没有错过大好机会，轻松得分。郭传恩也接着在外围发动远射，直接轰破球门，带领海山以19-17握有优势。双方下半场再战。海山一度靠着连续的猛攻握有5分领先，但是成员也很快追平比数，两队在最后2分钟依然是平手局面。海山高中先是让张定嘉发动多打少的反击，再挡下对手的罚球追平机会，最后又是破门追加保险分。中场海山高中以33-312分之差气走成员高中，惊险的完成卫冕。再看到季军战，由立山高中交手大甲高中。大甲在上半场前段握有6-3的领先，然而比赛在这个时候发生插曲，大甲的朱耀廷以手肘敲到对方的后脑勺，领到红牌下场。立山的潘志华久久倒地不起，最后只能被担架抬出场。
比赛重新进行过后，大甲掀起一波6-0的攻势，在上半场扩大比分为19-9。来到下半场，轮到立山高中吹起反攻号角，连续的成功防守推进快攻，打出16-7的攻势，一口气追到1分差距。守门员叶景广的防守更是关键，出其不意伸脚阻挡，一举化解对手的攻势。立山在攻守两端都有发挥。 在倒数2分半，靠着吴声凯的射门扳平战局。随后是郭子元超级后的快攻破网，中场立山高中完成大翻盘，以29-27逆转大甲高中，获得锦标赛的季军。我来体育台综合报道。